下午忙完果园的事情，差不多都到10点多钟了。然后儿子在家无聊的嗷嗷叫，我们又带他去游乐场去玩了一圈，非常喜欢去，一去那里开始叫啊，哎，好开心哦！现在都1点钟了，他刚刚睡着，吃饱，我们给他做了牛肉，刚刚吃完之后刚刚好睡着。我们两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私人时间的，要不去干活，要不去陪他玩，是吧？天天玩的腻，他不腻啊。我嫁来广西，我觉得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热了，一年就是两个季，一个夏季，一个秋季，没有春，没有冬，一年有半年都是热的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，看黄皮，皮在地上吗？还有块皮呢。嗯，还有块皮呢。哦，在那里啊。看他把黄皮肉吃完了，皮然后扔掉了。嗯，要哪个？手机给你啊。跟妈妈说你要干嘛呢？还要再吃哦，吃这个是吧？你看我的玉米。小嘴巴拉巴拉巴拉不停的，妈的小鸡花，嘿嘿嘿嘿嘿，嗯，你把爸爸叫醒了没有呢？哎，他先醒了，爸爸还没醒，吵死了，摔了我，摔了我，摔了我。开空调开了，你儿子跑进跑出。真的是我都困得要死了。只要他醒了就一定要把我们两个都揉醒，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他这样子玩能不出汗吗？来，起来干活了，一家人一起干活，还好多黄皮还没撤呢。嗯，妈妈干活了吧？来吧，好了，开始干活啊，干不完没饭吃。嗯，放下来。这样扯开，要你，嗯，扯开它，嗯，扯开，来，你自己拿着，嗯，扯它，嗯，扯开，扯掉了，扯了，看着扯，你看杆子去干嘛呀？干活。干活了，快点干活。专心干活。好厉害！啊，加油！好厉害的，给你。哦，就掰一下就可以了。掰着，加油！嗯，还有一个，好，继续拿。你扯掉它呀！你要跟妈妈一样扯，宝贝，扯掉，嗯，扯掉，扯了。对，这台风的风只会越来越大。冰啊，冰，嗯，嗯，好。
现在皮，不让他干的事，他还是不会明目张胆去干。才抱走，他又跑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觉得商品房好处是门一关，安全，在我这儿真的是不行，地方太大了。这是等会儿要泡的酒，小草雨，你要不要全喝完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全喝完，你喝得完吗？嗯？过年没带呀？过年没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一个人把它喝完？他就笑。酒，宝贝，酒，这是酒，酒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给妈拍张照来。出来吧，赵月，当不能摔跤了吧？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快出来，快点，不要妈妈打屁股就出来，快点。那个不可以脏，脏放。谁丢的烟灰头在丢在这里？哎呀，赵月。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点了！爸妈妈真的打屁股了，快点！还给你装。150斤摘完之后，就剩还不到一筐了。这小子一直在帮倒忙，台风应该下午就到了。